去的时候，还被某人喷了一身血。哎，我陪师姐去看吧，我正好想看这个雷霆身手怎么样，会不会给他祖宗闪电丢脸。你想看啊？可以啊。打赢田雉，这张票就是你的。姐，你这也太难了吧！田雉现在是二军的第一，那意思是一个月之内让冷子峰上升到一军，你太狠了，这太难了。怎么了？ 他可是一月之内就能清完人形靶的人，我的要求当然得有点挑战性了，对吧？师姐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。那这样吧，否则你就多准备一张 VIP 票。大哥，知道这票有多难搞吗？特别的难搞，特别的贵，特别特别的贵。哦，非常的贵啊。那你既然不看，等一会儿我就上网把票给卖了。小东，我答应你，这次月中考评。